本地成立新评估中心，方便亚太各国政府前来评估他们使用的微软产品是否安全，以协助各国政府建立更安全的电脑系统。在这个新中心，政府专家可以对微软所有产品进行评估，确保产品没有任何的漏洞。这个服务整个亚太区域的中心是全球第三家，另外两家分别坐落在美国和比利时。新中心里还包括一个网络安全中心，提供有关网络威胁的信息和解决方案。专家表示，这样的综合中心及各种服务于同一屋檐下，效率更高。